我们来干嘛？今天的话，我们来玩一二三。木头人，<笑>对不起，飞盘。飞盘。哦，这样子，飞盘啊！你们知道这个极限飞盘这个游戏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最近这个运动还挺火的，今天想要在你们来体验一下。我怕我教的不好，所以还是给大家找来了一个教练，所以有请我们的崔教练。Hello，Hello。非常开心。教练好，教练好。非常开心见到大家哈，也是受西林的这么一个邀请，我觉得我也非常的荣幸，能够带大家上一节这样飞盘的一些课程。然后现在进行到我们的第一个的热身环节。好。 Let's go，come on！来，三个了，三个！我们给这位伙伴一个掌声吧，我们做五个深蹲吧，五个深蹲，尽量往下走哈。五个就五个，快侧面，快侧面！啊啊！不要，就要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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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
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正题，飞盘。在开始之前，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怎么样去抓盘。对，我们的大拇指握在我们飞盘的板前，对这个位置，四指向后，然后飞盘的话，水平于我们的肩膀。对，我们在飞盘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一个主力脚不动，另外一个主力腿向前迈一步，这个叫反手飞盘。 用你的髋关节在带动你的肩膀，再带动你的手腕，这么飞出去，这么飞出去。第二个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怎么样接盘？你把盘向上丢，双手合十在胸前，这样是最稳的，就去拍盘，因为这样的话不会打到自己。对，盘的话一般脖子到胸口的这个位置接的时候是最舒服的。比如说我和西林配合一下，试一下。 有点子，运动细胞在身上的。对。哦。哦。啊！他的表情。就是这样子。需要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这个不能做。对。这个叫错误示范，看懂了吗？ 来，大家两两一组，你们先感受一下。你别把我牙打掉了。哇！对，非常好。哦，接到了。跟大家说一个事哈。 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比赛，然后你们的对手呢会有一点点的飞盘的一些经验，我们已经玩过三四回了啊，我输不起。接下来大家好好去准备一下，好吧？然后我们回过头来，我们再说飞盘比赛的一些规则，好吧？玩盘的过程当中，一定稍微离得距离近一点。 他们都没有读秒，都没有干嘛。你如果一旦接到盘，你就先拿着不动，再看看跑位，然后再传。哦，就是你身边有一个你能够传的人，然后那个人得接触，不然的话就变成他们的了。然后呢，
不要让他们离你们的禁区太近，他们如果你们在这边失误了，他可以从这边直接就飞过去得分了。啊，那我要是接到了，我不能跑，我直接。你不能跑，接住的以后你就看你谁离你近，我在这儿，你看到我了，你就给我。对，嗯，对，然后你继续再往前跑 ，OK 吗 ？OK， 好好好，开始正式了哈。两边选手登场，来 ，come on。我先介绍一下哈，这边是我们的硬糖少女303队，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万星队，大家打个招呼。你们好 ，Hello Hello， 你们好。然后接下来大家会进行一场飞盘的友谊赛，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飞盘的这个比赛的一个规则。那我们现在开始，三局两胜，总共打三轮。出去了呢，从他直接接盘开始。啊转换来转换又转换了，来反手OK， 1-0，精彩，我真的受挫了，拿出我们练习的默契 OK， 我脑子里就两个字，转换，快点，反手，快，手长脚长的，快点的，好，来，你可以这样。来，3-2-1。开大盘往前飞，用力！落到哪？从哪里进攻？啊！对上！第一局结束，2-0。第一盘往远，哎，对，你就扔，因为反正落地点他们才得从那边开始嘛。对，你就实在不行往那边，你扔出去，然后他们从那边开始一截胡，自己就一步就到了。来准备第二局。
三二一，加油！来队准备，最后一局。往后面，往后面！哇！哇！一比零。来开始。一比一，我们就是还是要有一个适当的距离，让我们能去接到盘，不然它老是掉在地上。不能太远。对，我觉得要么有两三个人在最远的地方等着。最后一局，加油！OK， 结束。好，结束了。哎，我们的那个飞盘比赛结束了，大家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那种出汗，非常的那种热情？很热血，热血，非常热血。出汗的感觉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很好，爽，有运动到，很舒服。所以呢，我们那个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，主要是大家能感受到运动的一些热情，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，就非常好。嗯，那我们今天的飞盘就正式结束了。辛苦了，谢谢。好的，我们结束了，你们感觉怎么样？玩得很开心，太开心了，太开心了，玩的。Thank you。但是感觉还挺有意思的，挺开心的。我也觉得以后可以常玩。嗯，通过刚刚对 Sir 的表现啊，他们的就是团队作战能力，我现在相信外界说的了，硬糖不喝。对。
他就是接不住，就是合不上。有的时候心有余，对吧？力不足，但是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我能接住，然后就想下次一定要接住，然后就还是接不住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时候你觉得你已经尽全力了，然后你就下次一定能接住，然后就还是接不住。你描述那种感觉就很有一种，就是我就一开始学那个邦邦 girls， 咱们刚成团的时候学跳舞的感觉，就是我真的努力了，我真的在努力的学，努力跳，就是跳的好丑，就是你知道吗？就回想起那个时候来。所以总结一下，万事开头难。而且你说这个再练一练，我们不就能接上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就是慢慢，就是一个长久的过程，对，可以了。好，下一场谁来接我的盘？我来吧。哦，天哪，你有什么非常疯狂的事情想要做吗？也不是什么很疯狂的事情，就是在营里的时候，就是问过大家，如果你们没有成团或者没有做这一行，你们想干什么事情吗？然后当时我想的就是，开一家店，然后可以在里面自己唱歌。哦，天哪，你要唱 KTV 吗？ KTV 吗？不是，就是什么，比如说里面是有黑胶唱片啊，然后可能要卖咖啡，对，卖点喝的、就是我准备下一期，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这种。好呀，好呀，好呀。